方便，它就在中山站的第五号出口，一出来右手边，这样就不会迷路了，太久。没错，就不会迷路了。太好了，这一次藏寿司跟鬼灭之刃有合作，出了限定版的扭蛋哦。我要先说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因为中山人现在在试运了吧？你看到1月11号都有9折的优惠，九折，那这样今天就可以更玩这个活动了。这次呢，我们要玩一个 PK 大赛，挑战谁先抽到对应的角色。这次我们的分组是这样子的：前辈们、猪们是一组的，噔噔，是我跟善意，还有你是作家，是作家，你是作家，他还在睡觉，等他一下，还没醒，胃还没醒。嗯。总之呢，这次的挑战赢的人呢会接受输的那方的请客。哇、wow. 欸、有9折啊，你应该开心啊。哦、我没有钱嘛。好啦，所以没有钱的话去卖炭吗？去卖炭吧。我觉得啊，炭治郎少年你应该可以吃超过100盘吧。可以吧，可以吧。我真的很不想输。大哥不能输。其实我觉得我会输给大哥，怎么办？那你觉得你会怎么？怎么办呢？你们有大哥啊，你看起来不太会吃，不要这样漏气。我们猪团要团结。我觉得我们老会。我们算一下，估算一下，这个大概10盘，这个大概5盘，这个100盘，我还在说，米豆子老会吃超多的、啊，米豆子吃200盘，有信心吧？有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挑战吧 ，Let's go！ 有。我的大哥吃几盘了？
我还没什么呢，你看，这里东西实在太好吃了。来，我们鬼杀队现在目前的战绩是三盘。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吃了这么多了？我怎么吃那么快？你们刚刚还在讲话的时候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的北海道高麒麟来了。你要加点特措施法吗？刚刚我们的那个小尊哈，他想要把推销给小姐。他这是奸货，他是想要陷害我吗？他是想要我们突然阵的特殊施法。你们就这么的运气这么好，抽到了两只，中了两只，哦，
我们的第一只大人，那我们就下期结束了。头痛，头痛。为什么扣子金色的？又来了！可以不要每次定什么扣子？为什么扣子为什么金色的？我从他拿，我从他衣柜拿的。你说是从衣柜拿？从衣柜拿？哥跟你们的关系是什么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拿错了。哦，所以他帮你出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我好有没有钱？谢谢干爹，谢谢干爹，谢谢。看来你被欺负了。好可怜，他出钱了。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那我们就可以抽出，对，就有机会获得这次的抽奖哦！停下，停下，反正留言就对，留言，然后我们就会抽出，没错，就要奖给大家。尝尝味道而已。在这什么美食节目根本就没有自信可言。比什么大胃王，我根本就只能吃食堂好吗？我之前来就正只吃食堂，正在骗你。我知道吐出来，因为我想要吃那个鬼面牛奶。我当时跟我朋友来，然后我就吃鬼面牛奶，然后想要努力的吃，然后最多吃食堂正在吃。小杰只能吃鸡排。一直在那边拼命吃，哇！爸爸可以吃食材。那请问我们的请求不三？一般嘛，一般。一般。那请问现在坚持？我点两块两块。所以，所以你觉得你可以吃下几件？对。二十盘完了吗？请问小尊，你可以吃下几件？小尊本人能够吃下几分钟？应该十几盘吧，我还是跟十几盘，快点我的。那边口味太饱了，还太饱，你吃几盘？不吃。然后刚刚外面他们说你要吃两百，我吗？我超不会吃，我相信了，大哥相信，你超可以吃到两百块，但是我相信台台一定吃不了，肯定是不可以的。